等一下呢，我们是要去看游艇还是什么？就是有圣诞节的东西，然后呢，就让我们等一下一起看看吧。这个飞很快，一个摩天轮。现在温度是18度，然后非常非常冷。我们现在还在等那个船。还看到有一个很酷的游乐设施。看这个是整个就是小孩在爬树。这有个房子非常的酷。车子要开到船上。那刚刚看了那个船，虽然没有很久，但是也蛮美的，但是真的是很短啊，现在超冷的。这地方是 Newport Beach， 非常好吃的甜甜圈店，叫做 M&M。就晚上9点才开，然后它的最好吃的东西就是蓝莓的。那个甜甜圈来，终于打开了。然后等它了蛮久。那个就是那个甜甜圈。啊，我昨天没有给大家一个 update， 就是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是呢。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就是吃那个甜甜圈非常的好吃。但是我要跟你们大家讲啊，那个甜甜圈你不能一天晚上就吃两个，你一定要留到另外一天，因为那个甜甜圈就是你第一个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甜甜圈。但是呢，你就是之后你就会，如果你吃第二个你会后悔，但是你吃第一个你会真的觉得就是感觉上天堂，人间天堂的感觉，非常好吃的甜甜圈。那个甜甜圈呢，我会把地址放在下面，就是那个甜甜圈其实就在 Disneyland 的旁边，然后非常的好吃。如果说就是九点之后才去的话，就是九点，我们是九点之前就到了，然后呢在那边等。但是呢，它差不多就九点会开，然后呢等到9点的话，会整个就是大排长龙，所以一定要早去。反正就是非常好吃，因为它是热腾腾出炉的。对，就这样。然后今天呢，我们要去，就是我要去 mall， 就是买一些东西，看有没有买东西，反正就是逛街之类的。就这样。现在在一个 mall 叫做。Kimchi pork with the pork. How about what spicy? Medium. Medium. It ain't even cold outside. Now where I'm from. Feeling like it's mid-July under the sun. My jacket don't get no love. No hats and no gloves. Not even a chance to rain. 刚刚从 LA 那边回来，所以呢就是一个非常累的一天，因为我们去 shopping， 然后呢把我妹就是 drop 在亲戚家，然后他们要去滑雪，所以呢对就是这样，我就想说待在家里。那刚刚吃的那个韩国料理呢，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家店，它叫做 Kaya， 然后对蛮好吃的。现在呢要来做一下，就是来看一下要不要换个指甲油的颜色，然后呢一边看举重妖精。话说那个蓝色大海也蛮好看的，但是我目前是已经看完最新的，现在要看这个，然后一边用指甲。我现在在考虑要不要做这种比较有一点像是裸色系的，就是这个。反正我现在也不太确定我到底要做什么，就对。等一下再给你们看进度哦，这是我的杰作，
一个很裸色的指甲油。我刚刚有修一点指甲，所以指甲形状现在变比较好一点，比刚刚。California, I'll never settle for it.
the fireplace would be the perfect gift. Let us know, let us know, let us know, let us know. And that you want to wrap me all up and take me home with. See what I look like under the mask. We'll keep it quiet, whatever we do. I'm just tryna keep my baby warm.